拜拜。客气客气，客气客气。快跳下去，快跳下去。一直想跳下去。大家看看，你要去哪了？出去，太多了，不吃。大概是想给他的。在礼拜。还是那边是那个水的地方。没有水，怎么样？现在已经对啊。在吃中的串鱼，这边有一只胖的，大只的，对不对？雪雪，菜的雪雪。很勤俭。太幸福了，这个是他的宝贝，他是对啊，最大的他吃，就他默默的吃。大猩猩，你不是大猩猩吗？有啊，你是猩猩来了，对的，那是大老远的问题。小孩子。就是看宝宝在那里，没有，不懂。这种应该就是就在那里嘛，所以在那个里面有事情嘛，对，都不会变。小吃好的碗，这是比较大的，清汤。哦，这是比较大，下面比较小，刚刚小的，这小的那大。那只。跟你一样哎，小 baby， 你看那小小猩猩的屁股跟你一样翘。对，是鹿的。哎，为什么有一只鹿啊？叫鹿尾的吧？为什么猴子从高地方掉下来不会死？好阴森哎，还行啊。但我猩猩就跳下来会死。好叫我。